王子的选择，请开始。动手。好，好的。哇，你要提出一个问题。是的。你的问题是：平常在生活当中，你的脸书会不会 po 一些你今天的心情，比如说去哪玩、吃什么、打卡之类的？嗯，这很简单。好了，云云，来，云云来跟我们分享你平常都 po 什么？哦，我平常的话，就是以前就是可能会很常就是有一点点事情，然后就 po 个动态。可是我后来会发现，就是如果心情不好的话，朋友看到会就是也会影响到他们。所以我后来就是尽量 po 一些就是大家欢乐的事情，或者是大家一起出去玩的合照啊等等，就是让别人看，就是可能因为大家都会看得到，然后亲朋好友都会看得到，所以他们看到的话，就是会看到我的生活是很多彩多姿，然后很欢乐的，所以不想让大家担心。对对对对，如果真的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我可能也会自己先沉淀，之后再用比较委婉的词去打出来一些话，尽量传递正能量就对了。对对对，来子欣，我个人是很少 po， 可如果 po 的话，基本上都是跟朋友去聚餐或是那个逛街吃饭的时候才 po。嗯，对，都是一些、okay、有回忆的照片。嗯，算了。生活里的小趣味，比较不会放心情的东西，不会，比较少。OK， 很清楚了。好了，在云云跟子欣两个人里面，是的，你要灭掉一盏灯，牵着另外一个人的手到中间来。你如果想要多转几个圈，也可以开始。王子的决定，转过去。拦住！他刚刚这样牵他，我怕他感觉有点拐，有点拐，然后老佛爷好，来，怎么做这个决定？王子告诉我们，关于最后一个问题，我比较希望他 po 的是一些生活，平常生活的东西，这个比较现实层面，我比较喜欢他这一点。跟你的状态也是这样子吗？你自己也喜欢 po 这些东西？对，也是跟朋友出去才会出现在上面。所以你比较不喜欢人家在脸书上面 po 太过于情绪化的字眼，是吧？对。好，女生怎么样？啊，你说什么？没有，他也不喜欢。对啊。好，女生这个对于她这个，大家觉得应该讲青春洋溢的部分。对啊，你有感受吗？欣赏吗？喜欢吗？很好，可是很幼稚。啊。我本身很幼稚，所以你也很幼稚啊。那两个人在一起去幼稚园嘛，恭喜啦！我之前很爱玩，很幼稚，然后他又更幼稚，加上他的眼神跟笑容，我都很喜欢。都没想到我真的会被选中，因为我觉得我个性很幼稚，觉得有人还愿意选我，我真的很开心。好，回到王子的约会，最后一位王子，我们来看看下一位王子的介绍。大家好，我是曹景豪，今年22岁，我是一个大学生。大学4年以来，我学到最厉害的是爬楼梯，因为我是民传大学传播学院的学生，我们传播学院在20几层楼高的地方，所以我练就了一副好脚力。因此陪你逛街，我绝对不喊累。
哇，爬楼梯高手，来这一套，这是嘛？我也会爬楼梯哦。没问题哈，逛了你就知道。欢迎王者出场。这个事情是两件事，男生运动几个小时都没问题，对啊，可是逛街哦，哇，一下就那个是耐性的问题，就很累。你真的有实际逛街的经验吗？可以逛很久吗？有，因为我就是明川大学下面是士林夜市，就所以常常下去逛街。OK OK， 你刚刚说你念传播，新闻，所以未来呢？未来还是希望从事自己兴趣的。是音乐，音乐，音乐，哎呦，所以你不会走这个我们传播界或者新闻界，可能不会，对不对？因为有些人大学生可能就是用四年的时间了解这科系到底适不适合你，那新闻这个行业呢，很辛苦，也就是有些工作可能是靠脑力 ，OK， 有些工作是靠体力，可是新闻这个行业就是你要靠脑力，要靠体力，所以你发现太费力了，好像对。宁愿去逛街，对不对？都很辛苦。好，终于了解了自己的未来。不过最好，你这个在毕业前他已经确定了，是，所以这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啊。来，请他自我介绍啦。行。好，各位公主好，我叫曹景豪，今年22岁，177公分，60公斤，那水瓶座 A B 型，那目前还是一位大学生啊。平常的工作就是在乐器行上班，然后在 pub 驻唱。哦。你已经开始表演了，所以你有自己的团吗？有，我跟就几个大学朋友，就是同学，对 ，OK， 好，哇，现在呢，条件都整齐了没有？整齐了，就差小卡片。谢谢，看你想陪谁逛街？为什么会选择他呢？就看他的眼神，感觉他很温柔。感觉温柔。好的，等一下来验证一下啦。各位女生对于王子的第一印象如何？请选择。一半一半。哦，我还有点紧张。为什么？学生。太young了。年轻。好。灭灯的朋友，有因为这两个原因的吗？王子你好，我觉得王子很棒，就是很可爱这样笑容，可是因为你真的太瘦了，我在你旁边真的很大只，对，真的王子60公斤啊，好瘦哦，你的身高跟体重稍微不能这个搭配一点，是问题吗？你想解决吗？有啊，就尽量有多吃一点，希望自己可以变胖。有用吗？目前没用，我爸跟我说现在年轻代谢太好了。你们家的人是不是都是这个状况？体质？等一下看我妹妹就知道了，更瘦，像标本一样。对啊，还有没有什么原因呢？要不要跟我们分享？还是都是因为太瘦？不会吧？因为太瘦举手有吗？哇！是还蛮多，几乎哇可乐不是啊？因为我也跟他一样很喜欢音乐，可是因为我很注重男生的外表的站姿。站姿啊，非常不优，是啊，真的假的？又驼背，三七步又驼背啦，三七步是这样，哎呦，三七步是这样，对不对？这样子是，没关系，不要紧啊，放松，先放松。好，阿 Key， 黄子你好，我比较想要说，他刚刚出来的时候，以为他戴耳机，我就觉得好可爱哦。对，我是想说。因为他就是我符合的类型，瘦瘦的，我就想说继续观察看看。很好。还有呢？还有吗？来，菲菲，我想要可以先问王子是玩什么乐器的吗？主攻什么乐器？我通常是主唱，然后平常如果自己一个人接表演的话，我就是自弹自唱。吉他。哇，好厉害哦。OK。因为我自己之前也有玩乐团，所以觉得。对，你是担任什么角色？我也是主唱，所以我觉得玩乐团的男生对我来讲很加分。你是什么风格？
比较流行的啊，还是比较摇滚一点日摇团、啊？日本摇滚日式的摇滚，娜娜那种。那你是哪一挂的？八零。八零的什么？哦，八零，好像八零。比方说《枪与玫瑰》或者是也是 rock 的，对。哦，蹦极。你的声音很大了，我们又可以玩了，耶、yeah! ！来个 rock and roll， 耶！哇！又有三七步，又会耶！好吵，不要玩这个，给你们加分。你这样讲话没有人听得懂。日系好像不太。你也来喊一声。有你有喊吗？啊、哦，来亮灯的还有什么？来猫猫，哦，因为你的兴趣就是很喜欢唱歌，我们可以听你唱几句吗？哇，哟，听你唱几句，好哎，你被要求了。等等，我们要找好 timing 唱哎，真的吗？你们应该现在唱还是应该待会唱？这样子好了，你对你的歌声信心到哪里？哎，他都能驻唱了，一定很好啊。没有啊。哎，如果他唱 rock， 不一定每个人都喜欢哦。哦，对不对？如果你很有信心，你现在唱，灯灭的几率就会降低。而且你唱一个让大家都就是可以灭不下去，就会很好听的那种惊艳的。对啊，你说 Bon Jovi 那种，他们也有很对啊抒情的。对啊，你有没有唱 Bon Jovi 的抒情曲？有。你考虑一下，你现在要选快的还是慢的？应该是唱慢的。好，我本来想唱哈林老师。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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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要。对。哎，我这样子有压力啊，对不对？你因为等一下很多人对你的这个评分。对对对。你要选择你最有信心、最有把握的。对。嗯，好不好？好。好。来，来自邦乔维的歌叫《I'll Be There For You》。I'll Be There For You。我爱歌。你接下来要唱我的什么歌？唱得不错哦，很势利有没有？对啊，势利你有麻烦，要把你歌唱坏啊你！不是嘛？不要逼他，不要逼他，没关系。好，我跟你讲，这个用不掉的月光，你想让他唱出血了？红红脸脸请再见。你好绝你哦你。好。这个有加分，我们不要再让他唱了。嗯、这个加分已经很高了，见好就收。哎哎哎，对，千万不要多了，就不一定好。王子的生活，请看。帅气大四声，曹景豪，抒情摇滚歌曲演唱之后，好感度是否有提高呢？王子的生活即将揭晓。